哎，哥，姐妹们，今天呢来打一点苞谷面了，苞谷面呢已经喂完了，然后刚好我家的那个机器上面有两个袋子嘛，那两个袋子呢已经烂掉了，然后给它烂掉的空空的地方往下面移，把没有漏的那方面往上面移，然后我就抬了两包苞谷出来，先打两包，那两包打完了再抬两包出去，再打两包，也就是说今天呢打了四包，因为这个机器呢可能是没有把那个石头来压的嘛，所以边打它就边砸，边打它就边移动位置，边打就边移动位置，然后移动位置的时候我就加了右手给它拉回来，放到原位放正掉，然后呢在打的时候呢时不时呢出太阳，时不时呢没有太阳，然后有太阳的时候感觉比较晒一点，没有太阳的时候还好一点，没有那么热。现在呢已经打完了，打完了之后呢刚刚那个刚刚呢装满一桶，哦装满一桶，对呢，然后呢用那个袋子装了两三袋吧，就是八袋八袋呢，因为装的太多我也提不进去嘛，所以就半小袋半小袋的装在那个袋子里面，然后就给它抬到那个杠杆里面放着，然后机器上面比较长的那两条白色袋子呢要用那个绳子绑系好，然后又给它收起来放家里面的，因为呢里面有一些苞谷面粘着嘛，所以就这样放在外面的话会有老鼠去吃那个面面的，所以袋子也会有烂掉，放在家里面的话又很好很多，买来到现在都没有烂掉一个洞。然后呢打苞谷面的时候呢有一些苞谷偷偷在里面嘛，然后比较你大都会给它剪出来，然后呢就给它扫一下那个机器周围的那些乱七八糟的碎渣渣，然后扫了之后就给它扔掉了。然后前两天洗的那个床沙发上的沙发垫呢已经被太阳晒干了，我呢给它收拾了放在那个沙发旁边，把沙发上套着的那个床单还有我两个都是外床床的那个被套，因为我们人坐在上面嘛，然后沙发的话就洗不了，所以就加了用那个被子的外套被套给它暂时挤用在那个沙发上面套着，然后现在也都洗好了嘛，就把那个床单床的外套呢给它拿下来之后，把那个之前放的沙发套子给它套上去，弄好了之后呢就拿那个拖把来拖这个地，还别说这个地板没好久都没有拖过了，平时就是拿那个扫把洗扫扫垃圾，然后可能地板上面的一些泥巴吧用这个拖把拖才能拖得干净吧，因为之前呢想着没有可以洗拖把的那个池子，所以专门买了一个来，我们平时呢就是洗脸的时候或者是洗头发的时候是把盆放在这个洗拖把的池子上面，就是在盆里面洗的，也就是说没有在那个池子里面洗啊。然后边边上呢又是另外一个洗碗池，它是在边边上不是同一个池子，也就是说有两个池子，然后用拖把拖拖那个地嘛比较你黑，然后拖把又在那个池子里面洗的时候，我把那个水呢开关那里给它堵上，然后就可以好好的洗洗拖把，然后洗了没有拖，拖了没有洗，拖了好久，然后呢就准备去喂牛了，把糠呢给它倒在那个牛槽里面，然后加了水加了面给它拌好了之后呢就把它飞出来，因为这里接收比较方便，所以我把每一条的牛的样的粪就在这里拌了，然后飞好了之后就咱们把那个菜地里面的菜呢浇一下水，然后呢就准备做晚饭啦，先把那个小拇指的薏米呢给它煮着，然后呢再烧了点水，水呢烧开了之后再把这个米线拿来泡，因为这个米线呢要先泡，然后泡了开了再把水倒掉，倒了之后呢再把这个里面的配料呀每样都给它放进去，然后放的时候嘛要不说他不想吃辣的，然后我刚好放了一两包，刚好那包辣椒油它是不辣的，所以呢就留了一点在那个小碗里面给小宝，然后捏给他了之后我再把其余的两包给他倒进去拌着，再切了一点那个配料绿色的放里面去拌，然后这个时候呢我再放在那个空气炸锅里面的鸡米花呀跟那个鸡腿也弄好了，鸡米的花的话就是就放了一半，因为怕吃不完嘛，所以鸡腿也是只做了一只，就是只热了一只，然后呢
就有一个菜，那就是鸡酒，然后弄好了之后我们呢就准备吃晚饭了。小宝呢他说他不要鸡腿，那就只能我一个人吃啦，然后鸡米花的话全部小宝吃完，然后他吃完了之后他说不吃饭了，然后就在那里玩。我呢把最后这个鸡腿全部给他吃了。不过呢吃这个鸡腿的时候玉饼又吃那个米线，所以米线的话已经被我吃完了。然后小宝呢在这里玩，玩着玩着呢不知道从哪里来的这么一个东西，然后我赶紧看见了赶紧拿掉，因为万一不小心弄到手那是很不好的。然后我拿了之后他就不高兴了，就在这里哭，我火了一下又乖了。剩下了几个鸡脚，然后其余的全部吃完了。吃完了之后呢把这些东西都给他收拾到那个橱柜上面，然后烧了点水倒在这个洗碗池里面，把这些碗筷都给他收拾了洗了。别说姐妹们，这个碗筷呢就是第一道用热水洗，然后洗的时候就白白净净的嘛，然后第二道呢用那个冷水给他冲洗，就是白白净净的，就感觉比我们之前就是用的那个碗感觉要好洗很多了嘛。不过我们之前用的碗也都是留着的，怕万一哪天能用得到。